在江水里看到金鱼呢，就要看大家运气，有的时候能看见，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呢，企鹅呢，企鹅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，如果你来江水旅游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企鹅，大企鹅、小企鹅。但是现在是八月中旬，企鹅已经全部都迁徙了。The seas you see here, those are grey seals. The male weighs about 400 kilos, but the males are always darker.